杨先生，下午好。现在我们是进行一个简单的演示，我们是拿工厂现成的模板做的，到时候您的模板可以更精巧一些，变成那种四面翻盖的。然后我们用的是现成的一个可以演示的机器，基本款做的。车间的旋转接头的机器还在生产，就是现在还演示不了。来，我给您演示一下，现在是做这个套子，三边缝这个边，缝这个立体边，然后一边缝拉链，是分两步做的，给您演示一下，开始。把拉链先放上。这里是用的双面胶粘上的，可以有卡槽去卡位置。把下面的立体边放上。机器夹住模板，自动缝制。机器自动送出之后，把这个模板拿下来，就直接放在上面，然后把另外两个片放进去。我们现在这个模板因为是一个演示的模板，到时候要做成一个四面是盖板这种效果，就不用再去开模板了，不用再去整个开模板，这边直接有个盖板，就一个个把它盖住，用吸铁石把它压住就可以了。你把那个位置让出来。底下的位置也要让出来。这个立体边的位置要让出来，然后把这个两个片放上。然后放到机器上，还是继续缝制。它的缝制速度还是非常快的，主要的还是人工铺片的时间。缝制完成后，拿下来这个模板。四边都已经缝上了，然后这边缝上了拉链，拿下来吧。这是目前出来的效果。